这一组特派员呢，是近期在《魔王巨星猜歌》里面的人气组合末班车车友会。黄崇顺以及邵大伦两位，小心！哇哇哇哇！我们是末班车车友会，所以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演艺圈最忙的两个艺人呐。没错。哦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我们那边很多的对手哈，要能让你们闲一集啊，因为我们会是很忙的。没错没错，他们本身都没有工作，他们可以吗？小心楼梯呢？可以停下来吗？好不好？安全注意，向右转，好了，小心走呢，小心走呢，向左向左，你大哥左边的，往左边，往左边哈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肩膀可以让你搭。好，我是哦，末班车，跟着你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的身体状况，我搭着你的肩有什么差别吗？总是比较好吗？这两个太厉害了，有阶梯，有阶梯。祝愿，祝愿大家来做伙，小酒饮一杯。看到他们心情都很好，对，真的。来，我们这一次拿这个太多了啦。喂，你要跳水吗？冷静，冷静。好，没了，没了。别这么客气。我们等于这个十周年，我们要来这个全台湾的猜歌好手，哎，我们要一起聚集一下。没错。而且呢，我们是深入全台湾北中南哦，有很多个大海选的现场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北中南，所以等于他们要去外景，就对他们四组魔王呢，会到北中南呢去海选。把这些呢藏在民间的高手给抓出来，给挖出来，给勾出来，挖呀挖呀挖呀，在全台湾中南东部挖呀挖呀挖，把最会猜歌的好朋友啊挖呀挖呀挖。我们这种哦，因为我们光是隐瞒哦，那个大家在这个各地看到我们出外景，要找人就会主动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会开车去嘛。喂。因为他们最近刚签新车，我都买新车嘛。我是开奥迪啦，你是开那个？没有，我是开那个，我是开 Benz。宾士，对对对。啊，大家会主动来帮我们。啊，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，哦，我们就主动去问。因为路上如果有人在路跑，或是在赶公车，他们会戴耳机，戴耳机的一定都听很多歌。哦。啊，这个找他们就准没错了。啊，如果再不行，就检查他们手掌，如果有长茧的话，就表示应该有金吉他那个那个。吉他社，吉他社。没有拉手，弹吉他会有吉吉他出血，体检会体检，就会很会唱歌了。对，哦，有这种方法哦。其实我觉得大天，你真的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自己表现不好。零次冠军，我今天还是来。你们今天是来搞无聊的丢啊？一次冠军啊，那几次？四次，五次，零次冠军写屁啊！你主要是靠模仿，对，效果好。你最只要萧先生、萧煌奇才可以的。对对对，兄弟兄弟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手不要忘记了。对对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你的搭档。你们看一下哈。有没有？第二十四届，我那跨那一届，因为我刚好在高速公路塞车了，我赶不上，我请虫虫来，他跟夏雨欣搭档，我要求哦，你别等于跨重播的时阵哦，那夏雨欣在最后一关哦，没输一人 T 档嘞，要唱歌一才二，哎，按铃抢答就开始这样飘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真的，他有协力助声，起机了，起机了，起机，请出题，又压那么多。电视塔里炸弹播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了车，经过约会福利社。太累了，怎么了？我要这样唱，我才有感觉呢。太大了，不是要这样唱，我才会有感觉。不是，两秒，哭笑不得啦。恭喜。是莫名其妙，他们就得冠军了哈，所以我们也是有冠军相。不是，不能因为
们看不到，就留一个最后这个黄色，黄色给我们。哎哎哎，黄色，你怎么看得到？我是猜的啦。哦，那该不会这次刚好是黃色？你真会猜。哎，哦，你一摸就摸出来是黄色，好厉害！哦，太哇，真的是黄色哎，真的是，好厉害。还有一区啊，这个很难讲，是哪一区啦？说不定是离岛啊，说不定是那个绿岛、绿岛、蓝屿，坐飞机嘛，你们就可以 f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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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cky lucky， 会不会打开是小金门之类的？我的也 OK 了，干脆我在那边服再服两年兵役好了。哦，马西北拜。哦，你们这个锁还锁得这样 ？OK， 好，很牢很牢固的，很怕你们小偷一样。对，哦。来，到底他们的区域在哪里？高雄啊，好 ，OK， 高雄感觉也蛮 OK， 感觉高雄很多厉害的人，对，超音。哎，高雄，高雄，没关系，南部的乡亲，我们来了，大家最喜欢我们这种台语的组合，对，受欢迎，没错，我们开车去，对，我们高雄地区的朋友，大家特别注意，在路上有遇到这两个神经病，你们特别注意。